你觉得怎样算是 creators？ 实践、思想、想象力、热情、幽默、探索、交流、共创、研究、制造麻烦、容许失败、公共讨论、科技、从零到零点五、实验、注重过程。参加这个计划，我觉得反而有机会可以不要做艺术家，热情。冲动，不要想太多。我觉得好像讲好玩，好像很轻浮，但我觉得，终于有机会可以做点不一样的事情，应该算好玩吧。探索、实验、跨域、连结、共同创作、失败、实验跟创新，有行政的窗口来辅助你整个实验的过程，然后有空间的使用以及。充分的资金可以聘请更专业的人来协助这次的实验。对我来讲，应该是创新，然后实验、执行、讨论、活化，从一些社会和历史的皱褶底下去寻找那些被隐藏的痕迹。时间，因为我觉得时间跟空间是很难得的，因为不是在所有的补助系统或者是。整个创作过程里面可以拥有的，那这一次我觉得是的确有这样子的机会去做这种尝试，然后不用太担心说失败这件事情。寻找、探索跟冒险，冲撞跟迷失，就是勇于去失败，然后去从失败里面找一些有趣的地方。实验、研究、创造力、时间串联。我觉得 creators 就是在一个框架里面，然后去寻找一个自由的可能性。脑袋里面有一些想法，然后去把它付诸行动，做出来。共创，艺术行动，意想不到，跨领域，七嘴八舌，跨领域实验交换。我们觉得就是，如果是对于艺术的不同社会关系的一种创造，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 creators。Creators 就是一直对这个世界有一种好奇，你觉得越不可能的事情，或许就是这边需要的。